啊，我们今天是买卖双方要签一个租约，然后租约的时候，因为房东都需要什么？需要 notary，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 UPS store。那租客，然后 reassignment， 然后租屋的人就是 lease aside 的这个人，就是一个是算是 seller， 两边 seller 买家，然后签租约都要在 notary 下完成签字，然后再把这个租约寄给房东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UPS 签 notary， 一个签字15块钱。签完字了，然后现在再回去，我们准备再签一个其他的合约，基本上就完成了。啊，你雇员能不能给我们？可以啊，你要讲话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录影好的那个录影，拍照出来会比较好吗？哎，来了，这个影片会比较好啊。会，有不前电。哎，你好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你好，终于见面了，终于搞定了。这一个，我不晓得我这个要不要？要啊要。也要，等一下，两个都要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title，对不对？我叫我妹妹大部分确给那个title一下。我也要跟我哥哥来考一试。好。这个对。还有拉出来，这拍照拍的。你看，又到场。几岁？4岁。我儿子5岁，改天介绍你认识一下。Melody 吗？Medicine。Medicine。很可爱。